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萌八句妹，你们的绝地小天使。Destin 专属全新枪支、载具和装备，以及 Sandhawk 物品的平衡生成调整，全新自定大厅，还有刺客教条联名合作来袭，更多精彩新要素就在19.1更新上面，就让八句妹来为你解说。Let's go！ 首先 ，Destin 加入了许多超酷的新功能，让大家空降战场时能玩得更加尽兴。现在你可以拿起这把全新的 MP9 冲锋枪加入战场啦！ MP9 在短程到中程距离的交战中，绝对是一把精准且可靠的武器。还有这台全新的劈勒保安巡逻车，提供超高速和完美保护，以及超闪亮的大灯，提供给有需要的生存者。当你抵达战场之后，可以试着使用全新的蓝色晶片侦测器，随时侦测周遭的敌人。不过使用时也要注意，每次侦测完之后，画面上都会有些许延迟哦。如果你受到攻击，还能选择安装折叠式盾牌作为防弹屏障，你也能将这项全新装备收进物品囊中携带。不过要记得，盾牌一旦安装就不能重新收起喽。提到物资装备 ，Sandhawk 物品的生成平衡也将大幅调整。这次一同更新调整的物品不少，像是精准射手步枪、狙击枪和轻机枪，还有平底锅和一些中程距离的瞄准镜。这些物品的生成率都会大幅提升。部分一级装备的生成地点还会出现更多二级装备。当然，生存者也能找到强化用品和 EMP 装备。这次更新还加入了一些超棒的合作内容，跳进工业岛屿 Heaven 追踪全新的敌人吧。绝地求生与刺客教条最新联名合作盛大展开，除了超丰富的 Heaven 地图联动外，刺客教条联名限定造型也占领了商城。更多最新联名情报，记得前往 PUBG 官网查看。拥有 Plus 资格账号的生存者，快看过来！全新自定大厅功能登场，现在就到生存者基地自定你的大厅，选择想要展示的武器和载具造型，打造你专属的大厅风格吧。最后是团队表情动作，它不再只限于和队友一起使用，现在你能用团队表情动作和绝地战场上的任何人来抢尬舞喽！还有超级多全新的要素，八句妹说不完啦、啊！更多全新版本、枪支和装备的使用诀窍，通通都在19.1更新项目中。记得保持镇定，带上全新的装备，开着拉风的新载具，和你的队友在 Destin 啪啪照。只不过要小心刺客哦！我们在场上见，拜！地球生现在已开放全面免费，快找齐你的小队来挑战绝地战场上最经典的大逃杀。想找队友组队抬杠发迷因快速回报问题吗？抬杠专属官方 Discord 隆重上线啦！现在加一波丰富好料等着你。各位生存者记得要订阅、按赞并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所有热爱绝地求生的朋友们，才不会错过八句妹带来的最新消息哦。